大谷翔平传出婚讯亮点，还有他的爱犬，不止贴文右下角，大谷也提到希望跟妻子两个人能同心协力，互相支持。当初大谷养狗时，外界就猜测他是不是有对象了。Could you please reveal to everyone in the world today what is the name of your dog, Kudasai? まあデコピンって言うんですけど、まあこっちの人はあんまりその発音的に。難しいというかあれなので、まあ、元の名前がディコイっていうので、其实不少人早就在猜大谷平常练球这么忙，怎么还有时间陪爱犬，不排除当时就有心上人。もうびっくりしかないし幸せですけど、なんか複雑です。なんかすごく奥さんがすごい支えてほしいなって思うのと、やっぱりなんかやっぱり複雑です。日本球迷惊讶之余，也献上祝福。婚讯下涌入各国留言祝贺，日本女星渡边直美也亲自留言恭喜，众议院小泽一郎也发文给予衷心祝福，各界恭喜的消息也登上大陆微博热搜。私生活はもう幸せだと思うんで、どんどん試合で結果残してほしいです。球迷正面看待大谷结婚，认为有妻子相伴，表现可能会更好。至于社群软体上，网友们开玩笑刷一排，2月29号是世界女子集体失恋日。对，我刚觉得惊讶了一下，想说怎么会这样，觉得蛮恭喜的，因为她也要30岁，应该 该结婚了。30岁还不行啊。台湾啦啦队员懒懒、壮壮都是大谷翔平的粉丝，得知他结婚都在 IG po 出动态，直呼太突然，不能接受。大谷的婚讯一传出，不止在全球体坛投下震撼弹，就连娱乐演艺圈也有话题燃烧。 TVBS 新闻台北综合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